前方车辆靠边停。大概不会停。开那个，感觉我那个还在过来，车号几号？看到看不到？哦，对，我靠，没错。哎，先下车。民警发现自小客车闯越红灯，尾随进行拦检，该车驾驶拒不停车加速逃逸，于转弯时不慎冲撞路旁车辆及贩卖机，民警请其下车配合盘查，但男子拒绝配合，民警遂将其拉下车进行压制，经送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，酒测值高达 1.05， 已严重超标，全案依法移送侦办。